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受伤了怎么办？我受伤了，我的脚脚不能跑不跳。宝贝，你要保护你的脚，平平复复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肚子咕咕叫，我喜欢动脑。宝贝，我猜你是饿坏了。吃点东西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脸在发烧，刺痛受不了。宝贝，别在太阳底下找，涂涂防晒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鼻子臭臭，真的太糟糕。宝贝，鼻子流血不要闹，压住止血最重要。真的太糟糕，一定要把医生叫。有趣的表情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玩表情游戏吧。我先来。告诉我怎么做呀？怎么做？请你告诉我。开心我就笑一笑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开心我就笑一笑，哈哈哈哈哈。到我了。生气。相信你会怎么做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做呀？怎么做？请你告诉我。伤心我就很想哭，伤心我就很想哭，最后这个是我的。土豆，土豆，我们一起来做土豆吧。圆圆，小球球，光光的柔柔小鸭，小土豆，土豆，嘻嘻，小土豆，小小，小土豆，圈圈，小土豆，加油，一定很好吃。土豆，小土豆，土豆，小土豆。
桶派对呀。甜筒派对，耶，太棒了，哈哈。宝贝准备好了吗？参加甜筒派对，嘻嘻笑说歌就各位快开始吧，哦耶。先把水果切一切，再放进冰柜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它一定很美味。嘿哈，还要再等一等。唱着歌啦啦啦。
农场。生日快乐！
勇敢的小蜘蛛。开始浇花喽！好好玩。有一只小蜘蛛，它住在大树下，它最爱爬到屋顶晒一晒太阳。风儿吹来云朵，太阳躲在哪儿？怎么忽然下起大雨，哗啦啦啦啦。小小蜘蛛拿出它小小的手帕，擦一擦脸，继续勇敢往上爬。就算风雨再大，跌倒不害怕。它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再试一次好吗？游泳车，哈哈，冰淇淋好好吃呀！哥哥，我也要吃冰淇淋。好热啊！大太阳火辣辣，晒红了我脸。冰淇淋都融化，好想清凉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带上你的玩具呀，一起去游泳吧。看我的小脚丫，小鱼儿的尾巴，它穿过了水花，哗啦啦啦啦啦。
小手轻轻拍一拍，一起来玩耍吧。哇哦！大太阳火辣辣，晒红了我脸颊，冰淇淋都融化，好想清凉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带上你的玩具呀，一起去游泳吧。开心虎，我们来比赛吧。好呀好呀，看我的小脚丫，像鱼儿的尾巴，它穿过了水花，哗啦啦啦啦啦。宝贝不害怕，小手轻轻划一划，一起来玩耍吧。嘿，耶，我赢了。牙齿清洁工。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吃。你看你看，脏牙牙，快快去刷刷刷刷刷刷健康的牙牙。我才不要刷牙，不要刷牙牙，讨厌刷牙牙。妈妈没看见，我要躲着她。嘿，你好吗？一起去玩吧。摔破头。
猜猜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好玩的卡片，快来快来，我们来玩动物猜猜猜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喽！哇，大腿粗又粗，双脚大又大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嘿嘿，一定是头大河马，大腿粗又长。不对，不是大河马。那是什么呢？让我再看一看。我知道了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头大犀牛。不对，不是大犀牛。身体胖又胖，鼻子长又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头大象，鼻子长又长。对了，是一头大象。哇，亮亮白毛毛，转转又漂亮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只绵羊，亮亮白毛毛。不对，不是绵羊。那是什么呢？我来猜一猜，一定是只小白猫。不对，不是小白猫。耳朵长又长，白白亮又亮。哈哈，我猜是只小白兔。耳朵长又长，耶，对了，是只小白兔。脚趾点一点，爪子尖又尖。我知道，哈哈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只小松鼠。爪子尖又尖。不对，不是松鼠。是什么呢？是只狐狸吗？嘿嘿，不对，不是狐狸。条纹长尾巴，毛绒尖尖爪。哦，我猜到了，哈哈哈哈，是只浣熊。条纹长尾巴，对了，是只浣熊。小宝贝在哪里？哈哈。我们是三只小鸭子，嘎，呱，啊，嘎，不要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小宝贝。球赛，一二一排队一起踢。
翻过去。踢足球，踢足球，真的好有趣。啊哈，呼呼，球被一脚踢进去。小船，坐好喽，我们出发了。耶，出发！划呀划小船，我们一起玩。哗啦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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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出发吧！寻宝冒险之旅，冒险号集合！开心虎、皮皮、雪莉，我亲爱的队员们，我们一起起航去寻找宝藏吧！出发！出发！传说有个遥远的地方，地方很多很多很多宝藏，宝藏，跟我一起起帆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，出发啦！
我是船长，我指挥方向，往左往左往右，听我讲，往右跟我一起起飞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。皮皮不是这边，我是小小水手去远航，这边宝藏从哪里想一想，那边哈哈发现一个大宝，机器人开心湖不是这边，你偏航了。大大海怪身体长又长，大白才能去找大宝藏，天龙还会咬他呀。哇，美食就是大宝藏。我有一只小羊羔，玩具车找房子。往下
起去远足，集合啦！让我们开始探险吧！家里乱糟糟，下班了，回到家，我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哎呀呀，怎么了？这是啥？乱糟糟，快过来，帮帮忙，玩具该回自己家。一个小刀，小刀
别乱跑，地上娃娃会摔倒，湿湿的手不碰电线，先来摸它擦好，晚上鞋子和浴袍不要怕高高，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也很重要，你们要好好洗澡哦。行诗，洗澡喽！哥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洗澡？因为我最喜欢洗澡澡玩泡泡。我最爱洗澡澡，洗澡澡玩泡泡，先搓一搓，再捏一捏，洗澡澡真美妙。我最爱洗澡澡，洗澡澡。宝贝们，我们要检查身体了。嗨，小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啊，嘴巴请张开，请张开。
牙医游戏。哈哈，我的牙齿诊所开张了，我可是最厉害的牙医，什么牙齿问题都可以治好。可是病人在哪里呢？啊？哈哈，我开了一个牙齿诊所，你们三个来当病人吧。好吧。哥哥，你先去。还是你先去吧，皮皮。你是第一个病人，我来给你治牙。我们来玩蒙眼猜食物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，我先来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小馋猫，请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猜一猜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我口水流下来。酸的，是柠檬。猜对了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，小馋猫，请问你知不知？是什么味道？我们一起来比赛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这是什么味道呢？我还想要一块。甜的，是饼干。猜对了，下一个谁来猜？我。美味派的时间到，欢迎你，小馋猫。
守着个纸飞机，嗖嗖飞到天上去，飞到东，飞到西，轻轻落在了那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留意。没关系，我们重新折一个吧。把它洗干净。警车、消防车和救护车。警车、消防车、消防车。